我安娜姐，好久没看到，我也好久没看到。今天是12点开。我昨天晚上还忘记我爸要定8点的闹钟，兔子叫的声音好像是，我要翻塑胶袋啊。我的肚子不是九九的肚子，我在想这个要直接拿去微波还是早安，这可以直接微波吗？这是薯条，我又很怕我现在那就微波，等下就跳电了，跳电就尴尬了。可恶，不能送心之馆了，不能送心之馆了。结果真的不能送心之馆。差点会这么严重，就怕因为没有试过，这样子就尴尬，他就在黑暗中里看我直播。谢谢威爽的一起摇摆，台湾黑熊，晚安。跟我妈说我想吃鸡爪，她就买了鸡爪。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今天闹钟没有响，然后完全没有人问我起床了没，完全没有人问我起床了没，我说要11点半，然后就这样，12点了吧？看着时钟就发现，哎，还是还没12点，然后我就想说，我明明有设闹钟，为什么没有响？然后就是。拿了我的手机，好像是他响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听到，所以他就没有声音。冻爪还是热爪？自己吓醒，自己吓醒，自己吓醒，怎么闹钟还没响？像刚醒，不是啊，我想说应该会有人就是。提醒我说：“哎，你今天要直播，记得起床。”然后起来发现没有人，回音来了，对，回音来了，让我去试，就微波它。早上好，嘿，谢谢大家的枫叶。想一下再怎么微波，这个塑胶袋先拿起来，上面都是油，还有头发。
我最近一直在掉头发，所以常常会有头发出现。刚刚也是，化妆品上面一直有疑问的头发。微波声音好大，微波鸡爪吗？没有微波鸡爪。谢谢吉米做剪刀石头布。口红的颜色觉得很赞，口红的颜色是那个这个 B I 朵。这个口红只有没有事的时候可以用，跳舞就不能用这个，因为粘的满脸都是。干嘛？你昨天晚上你在那边抓壁虎，真的是很吵。你最后到底抓到了没有？我昨天睡了超久，我晚上吃了鸡排，然后就从7点睡到11点，然后再从3点睡到11点半。Hello， 维尼，午安。可怜的壁虎，听说他杀了一只大只的，然后家里还有一只小只的，所以他最近在找小只的。嗨嗨，我昨天半夜爬起来，觉得口很渴，然后就拿了一瓶水，然后就晃着晃着，然后坐到那个椅子上，结果因为我就晃着晃着，然后又很黑，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就坐到裤脚，我想说什么东西热热的，然后它就跳起来了。而丽塔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她笑得很开心。壁虎会帮我吃蚊子。前面壁虎就。他就是看不惯他在那边爬来爬去，为什么壁虎都要？没有惨叫，他完全没有惨叫，他就是默默的爬起来了这样子。最近非常的担心，太极度担心。舅舅默默吞人，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完全不认识我。我昨天晚上吃我梦寐以求的鸡排，然后我就睡着了。前一天晚上不是吃了烧肉嘛，然后就去量体重，结果我发现我只有44公斤，44.0哦，我第一次看到点零这个数字。然后我今天早上又去量了一次，然后它就变成43.4。我想说是不是有毛病，完全没有在减肥。谢谢夜兰的花枝精粹，就是他这样，吃吃吃吃吃吃，我就觉得，就是我明明有吃，我有吃，我有好好的吃午餐，啊，没有好好的吃午餐。谢谢荧光棒，体重计有误差，我上礼拜四量的时候，大概45.1这样子，然后回来量就变44.1，
45是最瘦的时候，45.0，然后某一天他突然变成44.1，他少了0.9，我觉得很可怕。然后我跟他量就变43.4，然后我想说又少了0.6，到底是去了哪里？生活不正常。觉得好像不够看体重计没电，怎么可能刚好台北的跟宜兰的都没有电这样子，加以补充的速度。我吃健康没有，所以我一直怀疑我在宜兰都没有变瘦，是因为我妈的东西都太健康。依然都没电了，那你叫我妈该怎么办？他俩都可以变重。因为懒得吃饭。我昨天好像吃了芭乐，昨天吃早午餐吃了芭乐，然后晚餐吃了鸡排，那我就睡觉。学校大乒乓，他一直都在。他那天来台北，然后就看他坐在椅子上吃杏仁豆腐，我说你那个肚子很大。餐餐时间不固定，但宜兰也是睡到饱。晚上都怕我吃不饱，他都买超多，然后每次都吃超饱。我昨天晚上本来是要吃鸡爪，然后他就买了鸡爪，说你确定你晚上只吃鸡爪？我说不然你随便炒个菜也好啊。然后他说没有菜什么的。他就说，然后我说我想吃鸡排，然后他就去买了鸡排，然后他就说你这样两个东西吃得完吗？我说那你就先把鸡排吃完，再看要不要炒菜啊。所以就吃了鸡排之后，发现哦不需要炒菜了，所以就只有吃了鸡排。不然的话，平常他就是买了水饺，又买了肉，又买了菜，然后一次弄完，然后超多，然后每次都吃不完。现在没弄完食，没有，有时候还是会吃亲戚煮的。说了就去买鸡排给你。我还一直碎碎念说啊，我想吃小笼包，然后他就说，还是你要吃小笼包？可是不是礼拜一公休，所以他没有买到。放玫瑰主牌。现在是苦瓜，没错。梦寐以求的苦瓜糖，
虽然台北的真的嗯多汁的话是蛮多汁的，但是宜兰的就比较便宜，熟悉的便宜，但是就是小笼包。老鹰变公鸡什么意思？原来贵族派也有山寨的吗？豆浆店的小笼包，豆浆店的小笼包，不过一样很脆，说不定其实它是真的，只是你觉得它是仿的。Hello， 嘎嘎，还可以说什么？我刚刚都说完了。差很多，不差很多，价钱差很多，价钱差很多，但是要好吃的话，可能还是要。是专业的，江西美分店。哦，然后我昨天起床的时候，很想要蹭鼻涕，然后就拿了卫生纸开始蹭，然后就觉得卫生纸怎么这么臭啊，然后。然后阿丽塔就来闻，我说应该是那个冰箱的味道，就是可以不要把卫生纸放在冰箱，很臭，有个臭。世界无敌臭的卫生纸。豆浆店，一荣他们那蛮便宜的。放冰箱不是，它是一个没有在用的冰箱，你知道吗？我家有台没有在用的冰箱，然后他就把所有东西放在里面，把它当一个柜子放，你知道吗？但是里面的味道真的很臭，我就觉得。先不要把卫生纸放在冰箱，超级无敌臭！它每一包都是这个味道，我就觉得很恶心。谢谢有西西喽，哈喽午安。有插电吗？没有插电。就是密闭的一个，完全密闭的一个柜子，但是就是很臭，就是那个化学的味道很臭。你们只要擤鼻涕，然后一直闻到那个味道，就觉得很恶心。谢谢小易的乐，
现在每包都是那个味道，我觉得很可怕。那个冰箱里可能还有很多包。不然就拿去厕所用，拿去厕所用，拿来擤鼻涕真的是很臭哎。Hello 装，那香水喷一下，底下又没有喷到，这样也吸的时候也很不舒服，太香了。就是吃饭的时候，比如说拿来擦嘴巴，是那卫生纸就很臭。等等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来吸一下这个卫生纸，因为很臭，我还叫他来吸。但是他们已经用习惯了，不觉得那个味道很奇怪。直击脑门。对啊，我真的只是想要擤鼻涕，然后我又擤不完，所以我要一直抽，然后就很抽。不能吃牛肉的壮壮，他本来就，他好像也还好吧。这么可怜的，可是我过敏没有鼻塞啊，我还是闻得到味道。我鼻塞应该就是真的感冒才会鼻塞，就是像这样流鼻涕。他要过来，我只是想装个骨头。是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塑料袋是发生什么？这个塑料袋全部都是洞哎！我要换一个塑料袋。去蜀修，我不知道他去干嘛，有可能。刚名字打冰厅不会比赛吗？会吗？会不会？什么都懂，就是被裤脚咬，咬到烂。真的很臭，
所以现在是那个臭味卫生纸，很臭的卫生纸。超级无敌臭。打喷嚏的方式很普通，那个喷嚏掉下去算了。都哭哭了，不是臭到哭的好吗？是本来流鼻涕就会这样。竟然是宜兰，好久不见的宜兰，因为昨天放假。请到快流泪，因为太臭。真的不是普通的臭，当然有假放。可是今天又没有假了，今天又要来回。好痒哦。来一回，他在他的厕所里面玩沙，他很喜欢把到处用的都是他的沙子。他在咬史努比的屁股，他先去厕所，然后把沙子全部弄出来之后，我们就会拿吸尘器出来吸地板，然后他就会趁机要我们吸他的毛。苦瓜鸡汤没有凤梨。我们的蛮高的，但是它会跳起来，但是全部都会还是会飞出来。说不定他没有想那么多。我来帮他想他的理由，不然他干嘛要弄那么多沙子出来？怎么会有这么喜欢被吸尘器吸的猫？
对，一般的猫应该怕吸尘器，可是它很喜欢。有快点，它很开心哎，它被吸得很舒服。猫过敏，我觉得也蛮有可能是猫过敏，因为本来就对猫过敏，太久没有回来，然后那个毛什么的，一定是就是这个。陈满，我觉得应该是陈满哦。出门吸尘器，其实这个有啊，其实这个有，猫过敏，但却在养猫的，虽然是这样，但是没有关系，反正我又不是那种超级无敌大过敏的人，我就只是打打喷嚏而已。空气清净机真的有用吗？谢谢 Ben 的 kiss 啾啾。我之前是脸会过敏，就是很痒，皮肤会过敏，但是现在不会了。所以冷气的空气清净都是假的。是蛮烦的，一直擤鼻涕。可是我还是觉得没有以前的灰尘还要这么多。以前你就会看到那个灯，然后就是会有很多灰尘在那边飘。
换滤网很麻烦。中午好，中午好哟。鼻子超痒，不是很痒，是流鼻涕。除湿机可是没有什么在用，完全没有在用。戴口罩有用吗？戴口罩睡觉，我每次睡起来我的口罩就不见了。每次睡起来都忘记我有戴口罩这件事情。我的妆都快不见了。水饺，水饺快满出来，这全部都是，而且还有这个很臭的卫生纸，真是很臭。为什么国术是教徒？特卖，改来改去的不重要，不重要。很想去外面买，去外面买就好了。小婷生日前天，原来是在暗示吗？其实没有。
要一直抬头，但我的鼻涕就不会流下来。还没有开嗓，应该是因为我一直流鼻涕，我还在过敏状态。应该说我根本没有在开嗓的，我的声音就是一直这样。但是我也没办法，但至少我进步了。我小时候都是全部吸进去，因为我不喜欢蹭鼻涕。哎呦，真的很臭，我不想要擤鼻涕。吸进去被倒了，我小时候都全部吸进去，然后就会有很多痰。想换一包，但是我家里现在全部的卫生纸都是那个味道。一定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过敏的问题，不是要擤鼻涕。我觉得我的鼻子快不见了。不会变成痰，会啊，它就全部卡在我的喉咙，就下不去。因为我现在痰减少很多，不然我小时候世界无敌严重，就是我只要一感冒就是喉咙痛，因为痰特别多。旺夫是什么？我的鼻子是很棒的鼻子。我没有鼻子，我鼻子超扁，应该被我擤到变扁的。帮小朋友吸，我看过人家买那种洗鼻子的，就觉得好像很酷，但是就不敢用，很不舒服。谁就很新，可是我断掌哎、欸。到底是备忘还是备课？对，断一掌，而且不是说女生看右手吗？右手就是断掌。
刚好平衡掉。跟信伟结婚一定不会幸福。信伟这么花，信伟这么花，一头白发。捏一下鼻梁，真的很多耶，我体内的水分应该50%都出来了。终老一生。不是说什么打喷嚏要按这边是吗？真的是打喷嚏，不是流鼻涕。他们那边吃药会好，我真的为了这个状况去看了很多次医生，但是他都叫我喷那个鼻喷剂，但是我喷了几次就不想再喷。虽然那个喷了真的是会停诶，你的鼻涕真的会停，但是就不想，会忘记喷。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看中医。我不喜欢吃药，我是一个不喜欢吃药。跟贤弟弟比起来，就是一个，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天与地的存在。他就是拼命看医生，拼命吃；我就是拼命不吃，拼命不看医生。味道不太好。我很怕去看耳鼻喉科的鼻子，因为感觉他都会灌一些有的没的，我就觉得那个好恶心的感觉。我想说，我死都不要去看鼻子。超讨厌吃药，我是一个超讨厌吃药。感冒药也不想吃，就是颗粒也不想吃。喷你鼻子，我每次我小时候去过一次，然后就有看到就是老人家去，可能是弄鼻子吧，然后他们就会包着，就把鼻子包起来，就会看起来很可怕，就不想去。打针呢？打针也没有必要的话，干嘛要去打针？我超久没有打针，我高中大概打了一次就再也没有打，国中也是，国三就没有打。
所以那种什么疫苗我都没有去打。靠自己身体痊愈。怕男生不怕，但是就是不喜欢啊。有人喜欢打针吗？整形医生是吗？不知道，反正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免费的也不打、欸、因为打了就很痛啊，就不是。很痛耶、欸、被打完之后你的双手就你的那只手就会瘫痪，就没有，就很酸痛，很讨厌，超讨厌那个酸痛的感觉。什么？我的手其实有变胖，我自己是这么觉得。打针都找不到血管，打针要找血管吗？不是抽血吗？可是抽血，我觉得我的蛮好找的、啊。我觉得我的蛮好找，我的还蛮清楚的在这里。至少有三条，应该可以找得到。有变胖都是好事。抽血那个真的直径不得了，抽血大家都说超痛，但是我觉得没有我想象中的超痛，还是因为我帮我抽的那个人技术很好。但是现在假如说要上大学，不是要又要健康检查，就感觉又要再抽一次。摸史努比。不会啊，史努比有什么好模仿的吗？看到血流出来会很怕，我不是不怕，但是我不喜欢看到那个针戳下去的瞬间，不想看到那个针在我的肉里，就感觉就很恶心啊，我的手多了一个洞的感觉。抽血痛也是打针痛的，打针痛超久的，打针痛一个晚上，晚上洗澡的时候他的手还举不起来。打针无感，谢谢扎眼的枫叶。我觉得感觉可以喷一下传说中的鼻喷剂，我来看有没有好一点。我只知道醒到两点都还没好。他被拿去丢掉，
唯一的希望。看到就会恐慌，因为我之前放在学校的那个书包，然后那个书包现在全部都清掉了，所以不知道放到哪里去。破坏。先检查有没有过期。一般都会有保存期限，那个感觉就可以放很久。传说中的避喷剂，通常很早用，反正它就是喷鼻子的嘛，感觉就没有什么差，但是吃下去就是有点差的感觉。看看我都晒黑了，干嘛？其实晒黑很多。鼻子好痒。喝杯温开水。我刚刚就是喝汤才这样的，光线问题，光线问题，但是真的很黑，其实真的很黑。我昨天半夜还把我的体重记录起来。觉得太不可思议。我再这样下去就会达标我以前的体重标准，你知道吗？而且我还长高，我还去算了 BMI， 算了一下 BMI， 不会黑。假如说自己要穿无袖的话，就会看到这个色差，你知道吗？就是很白，跟黑色的色差。就是看不太出来，其实看得出来。录起来了。我之前161的时候，他给我的标准是42，然后我那个时候大概47，我说不行，45是我的极限。然后到现在，我的标准改到45，但是我的身高变成162点多。然后我现在在44跟43之间，我之前都是45跟46之间来回，现在在43跟44。现在不会在意那么多，其实还蛮明显，是因为现在看不太出来。肌肉不够的话，跳舞很。其实我觉得我肌肉是蛮够的，我个人是这么觉得。我倾向于我把我的肌肉拉开，放一块的话看起来就很可怕。一个半，肌肉不够了，有可能哦。201重，80几公斤。
一直觉得没有，我没有变瘦，就是而且我因为我一直在台北，但是我台北没有体重计，所以直到公司去公司量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我大概几公斤。然后我就一直因为我在台北一直喝饮料什么的，然后吃一些有的没的，我就觉得惨了应该胖很多，然后就去量了体重，结果没有变胖，我就觉得很可怕。而且我每天都在觉得，哦，好像应该变胖了吧，那个脸好像肉变比较多之类的。我每天都会这样，每天都会看，好像变圆了什么的，啊，好像腿变粗了什么的。每天晚上都在那边，然后就在想。所以我超级惊恐，我想说我到底瘦在哪里，但是我完全没有感觉，完全没有。看脸颊的变化，每天都在焦虑，每天都在。其实我没有那么焦虑，就是比如说晚上刷牙洗脸的时候，就会看镜子，就觉得。好像比较圆之类的什么，对，然后每天都这样捏一捏，每天确认一下，就觉得好像变，我就开始。开始晃一晃，试着运动一下。大家会觉得你比较圆吗？不知道哎、欸，我知道佳丽之前跟我讲说，你是不是变瘦了？我说没有啊，我只知道好像蛮多人跟我讲说你是不是变瘦，但是我。但是脸是不是变瘦？脸就是一个唯一没有变瘦的感觉、啊，我是这么觉得。我现在这样直播看，我也觉得我的脸没有变瘦，我的脸就是一直都是那样，需要一点头发遮住。对啊，阿嬷说你变瘦不能相信，其他都可以。累了，哈哈，才做几下就累。不管胖多少都说你瘦。对，好像是这样。有吃饭无？无吃，哪会这瘦？紧吃，吃较济嘞。全世界的阿嬷都一样，是都不会叫大家减肥，是不是？呵，你看这边有弧度。其实我蛮羡慕，就是不是韩国艺人，就是那个肩膀。那个肩膀很
厉害，看起来超疗愈的，就是只有是这样，但是我没有，我还有这一块。直角尖，歪歪水枪两块，他就叫你要运动，嗨嗨，想要溜肩，溜肩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其实这边，我觉得这边蛮肥的，我想要它凹下去，我想要这边凹进去一点。就是、它这边是驼，好像是因为驼背的关系，所以它这里会有两块肌肉，我就想要削掉这两块，滤镜开最大，我想要削掉这两块。收肌肉是这个地方，我这边算蛮有肉的，这里其实我是这么觉得，觉得好像可以这边再进去一点，这边再进去一点，还有这边可以凹一点下去一点。不然没有肩膀，没有肩膀真的是很东西会掉。没看过胖子，不是啊，胖子也是有地方是瘦的，好吗？应该吧。这边，虽然我的脖子真的。我的脖子很恶心，欸，你看它会跑出来，哇，好酷哦，胖子没有地方是瘦的。雨林都没脖子，诗雅也没有脖子，手指也会这样。我觉得我跟贤弟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形成肌肉的人。就是你无时无刻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有肌肉，还在流鼻涕哟，额头而已。我超级无敌容易有肌肉的，就是我只要我什么事都没做，但是我的小腿肌就会在一天爆发，还有我的大腿肌，我每天知道每天半夜在那边拉筋，想办法把它拉开，然后只要过了几天没有拉，它就会。突然就又长出来。
秀一下肌肉，手臂是没有，手臂没有肌肉。现在应该没有这么壮了，但是穿高跟鞋什么的就会很明显。不小心就是会用力，你知道吗？有一种减肥的方法就是你无时无刻你就缩着你的小腹，然后这个已经就是我日常的习惯，就不缩不舒服，就是没办法放松。然后林沐晨就说：“哎，你很奇怪什么的。”我说：“你就说着你说一说，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很瘦。就算我吃饱，我的肚子还是缩着，就是我没办法放松。我觉得放松那个食物全部掉下来的感觉超级恶心。坐着也是，坐着就不会了，腹肌。”就是一种习惯，然后就会催眠自己没有小腹，但是其实我有。大家都会说：“哎，你没有肚子，好羡慕。”我说：“没有，就只是缩起来了，所以没有肚子。其实它是有，其实是有肚子。”谢谢露露的 love。你还是胖，看不出来是不是？我觉得我的小腿蛮壮，哎，看不出来，我觉得我消了，我消了，嘿，看不出来。可是小腿真的是蛮壮的，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看不到，现在看不到，要穿高跟鞋。等有活动的话就会看到。上课去，拜拜，西西。妈妈觉得腰痛，妈妈觉得腰痛。保养双腿，我只是想给你们看我的小腿肌，但是你们现在看不到，是不是又看到什么淤青？好像是哦，浑身痛，浑身痛。死亡。往前。我都在。我对我的大腿没有在小力的，就是要往死里打。还是有淤青，就是因为不会想要随时戴，我就会觉得哦，好像还好的时候我就不会戴。越来越脏，不会啊，再促进血液循环。膝盖是要敲什么？膝盖当然不会敲啊。我说大腿的部分，就是每天。大声散走，
因为我说就是每天你就想到就要把那个肌肉打掉，不然这边常常会这样隆起来，这边就会鼓起来，就会超这样从侧面看的时候，你的腿就会很重，所以就是要翘掉。我已经敲到没有感觉，但是我敲别人，他们就会说很痛。不过你要不能对自己不能放下心。往死里按，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我就是双脚肌肉发达，超级大力，都说我超大力，所以我就说李梦辰，然后就会去帮他敲他的大腿，我就说，你这要敲啊，打大力一点就会比较瘦。然后我就是因为我之前国中我的。小腿肌超级无敌壮，世界就像石头一样坚固，然后超大，然后我就没办法，我就只好每天就是在那边揉，在那边捏，然后但是他就一直不消，因为他很大块，所以他超难消，所以我可能已经完成那个手机，他现在已经非常的软，他之前是就是超大块。小时候喜欢跑步、爬山，我什么都不喜欢。但是小时候的体育课就非常的可怕，我超讨厌我国中的体育课。体育课，好想请假回家，可以让我回家吗？身体不舒服。现在小腿软软的是你现在可能我捏了，所以它就变很软。但是其实高跟鞋穿上去，它还是硬的。他就说：“哎，你的小腿好软啊，什么的。”然后我只要一站起来，就是超硬，就是没办法捏的，皮都抓不起来的那种。应该会觉得很舒服，越捏越淤青。不会淤青，我没有捏到淤青过。其实我没有捏到淤青过。怎么他？我们之前体育课根本就是把我们当体育选手在那边操的，好吗？根本没有打球时间，没有打球时间，光跑步跑回来就没有时间。我以前体育课就是炎炎夏日，七月那种超热，然后什么正中午之类的，然后体育课就每天去跑校外。然后就会跑，我忘记是来回一公里还是去一公里回一公里，反正就是这样来回。然后通常你跑回来之后50分钟就已经用掉了快半个小时，就是跑那个校外就快花了三十分钟在外面跑步，然后回来之后，他就说：“嗯，跳绳啊。”然后就跳绳，真的是跳绳就算，还是什么500下，500下是什么数字？我那时候简直是看到一个不是人的体育老师，你知道吗？500下，什么数字？听到体育班没有？但是就是那个老师上军校。体育班，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大家知道东山河嘛，端午节会有划龙舟，就是会有比赛划船的一个队，你知道吗？我们刚好就是学校有那个划船队什么，然后他就是那个划船队的教练，你知道吗？他就是那个教练，然后又是我们的那个什么主任，那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是什么？的那个就是最大的那个，
然后就刚好我们三年都是他教，我们三年体育课都是他教，我就，然后因为之前二三加就国二国三就有换到老师的话，就是不是他，训导主任，对，训导主任，然后就有换到老师，所以我，但是我们班没有换，从来没有换，就是从头到尾都是那个老师，然后我们就每天就是。每天就是跟那群划船队一起抄，就是划船队就算他们就是已经被抄习惯了，就是那种每天跑什么，然后做重训什么的，会已经做习惯了。然后跟我们一起，跟我们这些菜鸟一起跑的时候，欸，他们根本就是神速，就这样跑完了。然后我们还在路上这样，死掉，然后。回来之后怎么还要跳绳，真的是快死掉了。回来光休息就是觉得不行了，还要跳绳。然后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划船队跟我们这种是完全不同的等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种人被抄成那样，下一秒就是死亡，不然就是回到教室就是直接。然后就我记得有一次吧，有一次可能是我记得是那种什么青蛙跳什么鬼的，然后你就这样来回跳几次，然后奔跑，那个叫什么，就是有一种操，但是它是有一整套的，就是什么青蛙跳到对面，然后什么小碎步然后冲回来什么的，然后抬腿跑这样冲过去，然后就是一直这样来回，然后各种奇怪的什么，反正就是训练体育生的那种训练，然后给我们做，然后我们做完之后回去，然后下一节课是音乐课，然后就有人吹到一半，然后他就吐了，然后我们全部人就这样，哇哦这样子，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体育课真的是太可怕，超级世界有点可怕，跑操场都五圈那种，五圈是什么东西？五圈是什么数字？然后就觉得太可怕了，一定就是那个图的，而且还有那种什么滑，就是有一种机器，就是。划船队在专用的那种机器，测功仪是吗？就是他们在训练划船队的一个机器。我们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鬼啊，然后说，然后每年都要办那个比赛，然后我们还要下去比，因为不可能只有几个人，就是一定就是有种大堆接力变成那个比赛的感觉，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得下去拉一分钟直接死亡。然后旁边还要放着那个氧气桶，那样随时拉完结束，倒的就直接拖去旁边吸氧气，然后就觉得，哇，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比赛？划船机，那个大腿真的是爆炸，我跟你讲，大腿会爆炸，然后又要快，然后又有重，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要比这个比赛。你要想想啊，对啊。啊不就还好我们班划船队比较多，不然怎么可能会赢？超级问号，真的是说林一体力很好，谁说的？我是觉得可能真的有可能，但是我是一个只要开始动我就会不想停的人，但是我休息很久，你突然叫我动，我就会超懒，不想动，我不想跳。但是你叫我运动，我就会就是有种上瘾的感觉，因为其实我就是很。就是很酷，就是比如说
就是晚上就是要坚持每天晚上做十下仰卧起坐之类的那种，然后不想做，但是临时你就是突然哪根筋不对，你就会想要突然那一天晚上你就会想要做100下的那种，就是我，就是我。就是要抄，就是要抄到超累，不然就觉得没有意义，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就什么那个抬腿，然后开合，然后什么脚踏车，什么仰卧起坐，反正就是。就是要做到超累，我才觉得啊，我满足了的那种感觉。不过我觉得做50下没有意义，我觉得就是要做到100下才会有那个感觉。要做到我觉得快死掉。限制来了怎么挡？限制来了就是就算你超累，就是你整个肌肉都在抖，但是你就会想要把它做完，你知道吗？100也不是连续，就是比如说你做到70下，然后超累，然后再做个10下，好累，但是你就会想说，哎，只是做到80就凑100嘛，然后就会凑到100。棒式最佳记录，我不喜欢棒式，因为棒式我肌肉都用在这边，就是我用到的不是我的肚子，你知道吗？我就不是很喜欢棒式，而且手肘还很痛，有大概1分钟就是极限。我有腹肌，我没有腹肌啊，我的腹肌是假的，那个肋骨什么的。就世界最强。隔天全身酸痛。对，我是一个体育课最不喜欢跑步，但是我喜欢体能训练，但是我不喜欢跑步。就是有那种连续三段跳什么的，就是连续跳3下那个，我就觉得那个很好玩。虽然那个做完隔天是真的没办法爬楼梯，我觉得那个很好玩的时候。30天隔天就不行。瘦到看起来有腹肌，对，就是瘦到看起来有腹肌。看那一堆人手脚不协调，我觉得体能训练比打篮球还开心，因为我就不会打篮球，所以我不喜欢打篮球。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练习的时候，就是刚刚前面跳了什么，然后大家都超累，然后我还会在旁边乱跑，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么累，就是停下来的话会更累，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大家在喘的时候，比如说躺着休息什么的，我就一个。就是嘴巴说的好累，但是我一直在乱跑，就是我就觉得直接停下来很热，所以我就会想要一直动，我想要一直动，这样才不会有很热的感觉。因为像 reset 就是4首歌放在一起，尤其是 reset 的歌还都很累，所以就会觉得哦，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跳了2首，我现在在哪里？我要死掉了，不能，快跳不完。但是就是有种走火入魔，你知道，练 reset 就是有种走火入魔，走火入魔。就是啊，你跳完一首，然后你觉得哦，世界在晃，我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你就会觉得酷哦，就是哇，跳了4首，这样的感觉，但是
累到一个爆炸，累到一个爆炸，真的是累到一个爆炸，就是直接那个口干舌燥，那个嘴唇都快裂开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想喝水这样子。除了跳 Rese 没有东西可以让我喝水，就是 Rese 就是一个真的需要喝水的东西。你就是跳到那个，因为会一直吸，然后就会就全部嘴巴都是干的。真的会累吧。为什么不要有累的感觉才要再说？我觉得休息的时候是最累的，休息完之后继续是最累的，所以我觉得不要休息的话就不会累。就是你休息之后叫你再回来练，你就会觉得好烦，还要再继续。所以老师来喝水，然后我就会站在原地，我就想说懒得喝水。没有很累的时候说来，大家去喝口水这样子。对，我想说只是觉得没什么好喝的。特别累的感觉，所以就是全部说好不容易冲到这边，然后突然掉下来之后，你就不想要再上去，不想再上去。看完 live 都有特别累，但是当下都不会觉得累啊，就是你在动的当下你不会觉得累，就是停下来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累。对，有时候就是我是一个人蛮容易自嗨的人，蛮容易自嗨的。所以有时候练习，我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很开心，沉浸在其中。谢谢漂流的剪刀。谢谢露露的 kiss 啾啾。就很累，超累，就是有种都运动了那就多运动一点这样子的感觉，但是不会那种每天都要运动，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不会想要运动，所以当我开始运动了之后就会想要一次把它运动完。你喜欢运动？我不喜欢运动，超不喜欢，因为很热。应该不会吧？也是运动一周的量。
会觉得很爽，我觉得不会，我觉得运动完就是很恶心，就是全身都是汗，然后很热，很黏，就是觉得不开心，就很热。然后请生日那一天，然后我就原子组就说，桐木我可以叫你小晴吗？然后刘晓晴就说好啊，然后原子组就说，好像不行欸，我好像喊不出来这样子，我就觉得他很好笑，超级好笑。不是家宝，很好笑。他说他没办法叫我名字，然后我们就开始说，然后他说前辈我可以叫你林一吗？我说哦你叫啊，然后他说我觉得我叫了好像会被打，然后是说那你干嘛问我，奇怪。然后后来就旁边坐齐辉，然后就好像他们在聊什么，就是平常怎么样会叫谁谁谁前辈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好像从来没有听过，就是齐辉有叫过我们的名字的感觉，就是他就是从来，然后廖晓婷就说哦他本来就这样啊，欸什么的，就是他连名字都不会叫，所以自然而然就没有听过前辈这两个字，但是整个公司感觉最有那个感最有印象的就是原子组太长，前辈早安，就是他每次前辈辛苦了，就是已经听习惯他讲前辈这两个字，然后就会习惯，但是其他人就没有这种习惯，你知道吗？其他人就不会有这个印象。那个婷丽跟祖祖很特别的，就是按照这个规矩走。前面好，就是超级超级无敌。然后吴奇辉就是一个早安，然后就早安。那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感觉，你知道吗？但是我真的没有印象他叫过我们的名字，你知道吗？我说，没有印象，就是他没有印象吴奇辉叫我们前辈，但也没有印象他叫过我们名字。他怎么叫我们名字？就是完全没有记忆。然后原子组就说，他有一次就是听到大家都在讲什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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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然后就。然后他就趁乱喊了肉肉一下，然后就被姐姐，就被经纪人姐姐这样叫前辈，然后他就前辈，然后像是因为是很长，就是别人不讲前辈都不会飞嘛，但是他说只要他不讲前辈他就会飞嘛，所以就会觉得我就会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只有他不喊前辈会被骂，我就觉得应该是大家对他就是有礼貌的形象太就是已经那个已经习惯了，所以他突然没叫大家就会觉得你为什么没有叫这样子，超好笑。小慧只会喊咩咩。万人的那个是故意要玩，没有故意要玩，姐姐好像是真的很认真的跟他讲说要叫前辈这两个字，就觉得很好笑，我就觉得他很好笑。他那天跟我们讲，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只有他不加的时候会被就是会被注意这样。可是确实是这样，每次听到什么前辈的时候永远都是原子组，你知道
别待遇，真的是没有听过什么名字。对啊，大家有印象吗？大家有印象？我有印象，就是婷丽会叫我前辈，原子组会叫我前辈，其他人就没有什么。其他人就没有什么印象，你知道吗？很好笑哎、欸！玲玲有礼貌，玲玲就，我觉得他只是被我们公司，被我们公司已经训练到，他非常的，他对万事都觉得恐惧。然后，这边辛苦了，我们就，啊，辛苦了，他看到我们就会觉得很恐惧，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他这么怕？为什么他这么怕？他感觉很怕被骂，他可能已经，对，他现在已经各种，平时生活都活在我没有好吗？而且我明明就不是 Daisy 组的，应该不会很可怕吧？不是自己组的，自己组的比较可怕。武斗派偶像，什么叫做武斗派偶像？我真的觉得原子族可以做个测试，因为感觉他如果突然叫其他名字的话。大家都会发现，但是假如说吴奇会叫，可能没有人会发现这件事情。什么阿潘前辈？什么？你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原子，绝对不会想到其他。会好好叫晨晨前辈的，大概就只有原子组。我觉得很好笑。魔鬼军曹 ，Daisy 的前辈，不知道，连晨晨都可以叫小新名字，祖祖没办法感觉，晨晨从一开始最初一开始他就是叫小新啊，很酷哎。超厉害，不违和啊！你如果不注意那个年龄的问题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正常。是啊，我不知道，感觉是啊，是一个意外的，不需要叫前辈的。可能习惯了吧，大家都叫阿诗雅。老刘有吗？
水河行队长。那叫师长前辈，就是说原子族叫谁都叫前辈，不然就是叫头目，对，不然就是叫头目。生气过吗？应该没有吧，应该不太有人会在练习的时候生气吧。在前公司可能被震撼教育吧，应该不是，应该是在我们公司才被震撼教育。他们一进来就被洗脑，进公司要说早安，看到姐姐要说姐姐好，结束的时候要说辛苦了这样子。真人直呼刘晓庆，其实我蛮好奇大家都叫我什么，因为我太多名字了，太多名字，叫我林雨欣的不多。大概就陈诗雅跟刘晓庆，贤弟其实叫我林一，不然就累积。谢谢傲讲的乐。至少三种称呼。二期生通常叫我零一前辈，但是没有人叫我雨欣，感觉很怪是吗？刘晓晴，对，刘晓晴叫我零雨欣，陈世雅有时候会叫我零雨欣，有时候叫，对，他都叫我零雨欣，哎、欸，零雨欣。陈世雅，显迪奇，显迪奇，他很少遇到，直接叫名字感觉比较亲切。因为要习惯很难吧，要习惯叫名字很难。上课被点到的错觉。对，听到最多的大概就是零一，叫我。最多的大概就是零一，再来应该就是累积，最后才是林雨欣这三个字。谢谢逸晨的荧光棒。这周运动会小聊，明天是不是？明天就礼拜三。好奇很全面，感觉很喜欢累积多一点。有些人不会念日文，对，应该有些人不会念日文。拜拜阿奇啦。
那我就去验证大家叫我什么名字，然后我把它做成一个排名，几个人叫我什么什么。跟朋友解释类起怎么念，解释半天，为什么要解释半天？很难念是不是？类起。拍什么 vlog？ 考虑一下。做一个大调查，用问卷调查。搞个计划，请别人帮我拍，帮我自己去拍好像很贵。你都怎么叫我这样子？叫我什么名字？因为我名字很多。虐待小新跟祖祖没有啊？谢谢翠翠的真情告白，有互动才有趣。那我就想到的时候再去做，想到的时候去做一下这个企划，还不能一天录完，不然一天录完太奇怪。他在忧郁，忧郁猫，他现在在忧郁。谢谢吉米猪的男女神粉丝团打 call。听说星巴克要出新的饮料，我还把它截图下来，好像是明天想要去喝优格什么的新冰的。谢谢真情告白。很常喝不常，超级不常，又很贵，然后还要就是有种格格不入，因为我平常就是没有在打扮的，去喝那个感觉就很奇怪。那个叫做什么？草莓脆片优格新冰乐，听起来就很好。8月5号开始，还是咖啡？应该新冰乐就是没有咖啡，我记得啦。然后还有什么巧克力香蕉脆饼优格新冰乐，还有什么抹茶的东西，新冰乐感觉走进去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去买星冰乐就是一种很困难的事情，去星巴克就是有种没有规定要正装，虽然是没有规定的，但是就是觉得去买那个好像不能穿的，不能穿的太怕店员觉得，嗯，这个人喝得起星巴克吗的感觉，对，就是心灵受创。谢谢露露的花枝精粹，所以我要有点自信再进去。要是这么贵，星巴克本来就很贵啊，星巴克本来就是。没差吧，叫外送就没差，因为大概等于一个便当，大概就等于一餐的钱。不要太多去，是这样没错。凉鞋要踏进去，买一送一对啊，虽然你不喝。一次喝两杯，要找到那个，要找到一起凑的。日本真奶比星巴克可以。谢谢，我要来念排名。第十名是叶兰，谢谢叶兰。第九名是北原神推，谢谢北原神推。第八名是变成新鲜柠檬，第七名是真真，谢谢真真。第六名是露露，谢谢露露。抽起来吗？所以大家会买一送一，然后自己喝，是不是？第五名是漂流，谢谢漂流。第四名是阿奇拉，谢谢阿奇拉。第三名是吉米猪，谢谢吉米猪。第二名是威尔松，谢谢威尔松。第一名是金柚，谢谢金柚，谢谢大家，相对比较滑得下去，真的辛苦了。谢谢佳吉的剪刀石头布，今天也要加油，好哦，真的我一直睡不着。真的大概就是整理东西，谢谢谢谢傲奖，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加油，拜拜，お疲れ様です、お疲れ様。辛苦啦，去来回还没这么赶，没有这么赶。星期四中午见，好。
后天，很快，拜拜。